亲爱的巴天父，我们真的心里也难过，在八仙乐园这次尘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伤者。主啊，这时候我们特别要为医护人员来向你祷告。主啊，他们平常的工作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吃重，在这个时候有一下子有500多个人受伤送到医院来，主啊，他们必定是分身乏术。主啊，我们知道从媒体里头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同仁医师同仁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家庭来参与急救的工作。主啊，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特别与这些医护人员同在，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的来治疗这些病患。主啊，也求你的圣灵继续来保守他们，不要有日后病患要是死伤或是不如人意的一个结果，他们必须要面对社会的指责。主啊，让您的圣灵感化这个社会，感化这些家长，让他们能够从心里面知道这些医护人员的辛苦。主啊，这时候特别求你的圣灵与这些医护人员同在，加添他们的力量，加添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在治疗上面特别有果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